大家好，今天做个白面如入。锅中刷油，倒两碗水，水开之后放两颗碱面。再用同样的碗取一碗高高的面粉，边倒边搅，边倒边搅，搅至没有干面粉，试着不粘手，然后移到案板上，切分成小块。全部晾凉之后揉在一起，揉的时候可以多揉一会儿，这样吃起来才会劲道。搓成长条，分成等份的面剂，撒点土豆淀粉，擀成薄饼，放入蒸屉，上面刷一层油，再放一张，水开蒸十分钟，蒸熟取出晾凉，然后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宽窄，柔软劲道的柔肉就做好了，放入盘中，浇上调好的料汁，料汁的做法在上一个视频，再撒点香菜，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试做哟，感谢支持。